地处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市，位于古丝绸之路，这里是亚洲班体最大的地下酒窖。我们嘉峪关位于北纬 39.6 度，是葡萄种植最好的一个纬度的地带。这里日照充足，昼夜温差比较大，夜晚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-20°C。像白天的温度，我们可以最高达到30°C。